时代新知，生活头条。大家好，欢迎收看2023求职面试宝典求职策略篇。面试用另一种方式展示你的成就。职场中不乏有一些行事低调、性格内向的员工，他们虽然很优秀，但并不善于谈论自己的成就，这就导致了他们在面对新的工作机会时缺乏竞争力。怎样在不改变个性或习惯的情况下，在面试中展示自己的成就，表达出对新工作的激情呢？领导力教练萨宾娜·纳瓦兹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四个方法。首先，纳瓦兹建议面试开始时先不要告诉招聘经理自己都做过什么，而是介绍一下自己的动机，为什么选择这项工作，以及对你的影响。纳瓦兹以自己指导过的人为例，比如亚历克斯喜欢开发软件应用是因为他认为技术可以让每个人都获得公平的准入机会。他的父母为了让他读精英学校做出了很多牺牲，包括购买昂贵的教科书和用品。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来降低这些物品的成本。亚历克斯开展编程的动机充满了个人色彩，也是他激情的源泉。其次，介绍一下自己业余时间都做什么。大多数职位都希望招聘聪明、努力而且能够取得成果的求职者。卓越的求职者会告诉面试官自己在何时何地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亚历克斯在大四的时候会在计算机实验室关闭之时藏在桌子下面，这样便可以在实验室关闭之后继续编程。他的努力和额外的时间投入没有白费。亚历克斯编写的程序得到了大学系统管理员的采纳，能够帮助更加高效地运行实验室。第三，分享你的爱好。当你对某些事情充满激情时，它会波及个人生活的其他一些方面。他所从事过的一个项目是制作一个取啤酒机器人，并对其编程。在接下来的面试中，亚历克斯展示了他在业余时间制作的机器人的视频，这些项目展示了他对所从事行业的激情和无比的专注。第四，介绍一下你所从事过的免费服务。激情和信念可以引导你从事一些并非你工作或爱好的事情。在下一个提问中，亚历克斯讲述了一个故事，内容是帮助收容所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物。为了提升效率，亚历克斯编写了一个程序，该程序提升了17分钟的服务效率，并降低了错误和争吵。以上就是如何在面试中用另一种方式展示成就，吸引面试官注意力的方法，希望对你能有帮助。本节目由人本智慧凤凰 FM 出品，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人本生活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再见。